今天我们可以说大乘经里头讲些什么啊，我们给社会大众介绍普世的教育，普世普遍世世世界，对普遍世界社会大众来讲，佛讲的不深，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，让大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安定和谐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共存共荣啊，这是普世教育。向上一桌呢，可以说就近哲学，就近科学，把科学哲学讲圆满了，再上去没有了，真的是登峰造极。60年前，方东美先生把佛法教给我，告诉我大乘经典是佛教哲学，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现在我们知道，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，不仅是高等哲学，还是高等科学。讲速度，念力的速度不可思议，念头一动就周边法界。所以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其实是一体，一体就不能分了，所以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是错了，大错的错，这全是意识里的东西。妄想杀雷，分别是第六意识，执着是摩那啊，转八识成四智，才叫大乘呢。怎么转？得定就转了，定中自然转了。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由智多论73所说的无生人者，乃至微细法不可得，何况大。那微细法是什么？叫量子、微中子啊。佛法里面讲的名词叫极微色，就是微细法不可得啊，大的都是这微细法合成。金刚经讲一合相，那个一就是这微细法啊，一合相啊，一合相是假的，不可得，是名无生。得此无生法，不作不起诸业行，行是名得无生法人。你真正得到这个无生法了，
你不起不错，诸业是善业、恶业、净业、染业，通通不起了。你也不会造，你也不会起，不会生起这个念头，这叫无生法忍呐。得无生法忍。又《大乘义章》第十二里面说，离即不起，称曰无生。离就是真理。真理很模糊，不容易体会，就是真相。经上讲的诸法实相，实相是什么？实相是无生的。即是不动啊。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话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，那就是即，没有动，没有摇晃过。这什么呢？自信本定，也就是真心。真心是什么样子？真心是不动。随自性本定，那我们要想得到自信的德能透出来，怎么样它才会透出来？不动就透出来了，一动啊就迷了。不动就是觉，本觉。我们能修到不动呢，就是本觉。实觉就是以本觉起作用，本觉起作用，本觉起作用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不但有知，它还有能。能生万法，宇宙从哪来的？宇宙是怎么来的？不是大爆炸，大爆炸讲不通。大爆炸的现象代表什么？迷惑到所以然了，才会大爆炸。大爆炸就等于发脾气。人为什么会发脾气？迷了就发脾气，明白了一笑了之。所以要了解事实真相啊。诸佛与法身菩萨没有别的，就是明了宇宙的真相。真的不可得，假的也不可得。不要以为真的可以得，真的连相都没有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没有自然现象，三种现象都了不可得，这是真相啊！契入这个境界得大自在啊！
啊，学慧难自理，真实智慧对这个道理完全明了，照见了观世音菩萨。你看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五蕴好啊，五蕴包括了自然现象啊，五蕴里头有色法，有心法，心受想行识全明白，全是假的啊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五蕴里头有物质，有精神，有自然现象啊，第八识是自然现象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